哎呀，真是漫长的十分钟啊！我真是迫不及待想听到结果了。这够狠的呀！20人团本派了15个卧底，这莫笑今天怕是笑不出来了。一队可和原来坐标，二队攻击，远程不要移动站位啊！喂，傻大个，你倒是回头攻击我呀！ 可恶！士兵都箭在的要死，你要怎么失误啊？哎，二队攻击不要停啊！没停！一队停止输出，向后退一步。我去，这军帽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！这枪炮是谁呀？好厉害呀！好像有职业选手的水准啊！ 这是人类吗？太变态了！军帽侠又把 BOSS 牵回来了，他们难道想就这样封着叫 BOSS 吗？妈呀，这根本没法玩啊！天哪，从来没有这种想死却死不了的感觉啊！再不行动，我们就要给他打白宫了。但我们卧底的身份不能暴露啊，那怎么办？ BOSS 都要被打完了，方叔也不方便，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失误了。想让那两个人失误吗？除非发生奇迹吧。哎，老大，我呢？大家不要超过我的身位。等不了了，暴露就暴露吧。什么？直接踢出工会？ 别瞎动啊！听我指示行动。难道说君莫笑他早就察觉我们是卧底了？恭喜星星工会成功收服魔神，获得魔神属性，守护之力的庇佑。各位辛苦了，没有各位高等级的高手帮忙，我们这小工会还真拿不下来。不行，这样还算辛苦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留下还是离开？大家随意。真是可恶，派出去的卧底一点用也没有。哼，可不是嘛！我听说君莫笑还给你们发了感谢信，有够丢人的。少在那儿说风凉话，你们轮回不是也派了卧底吗？我只是想问问那个角色是什么来头，听说最近星星工会都是他在打理。不会是你们谁的小号没退吧？留下还是离开，大家随意。哟，这还上了一个角色，哪家工会的？要假装新人吗？哎，算了。蓝西格。蓝河啊？不会吧，这也看得出来？瞎猜了。哎，你都暴露了，还混在我们工会里干什么呀？无聊瞎混混。无聊啊？那我给你找点事儿做呗。哎，新人看过来啊，这是咱们星星头号保姆角色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啊。不是，等等，我可是卧底，是蓝星的历史军会长。真是一言难尽呐。哎，我说。你们蓝西阁和烟雨楼干什么吃的？星星可是挖走了你们两个高手啊！就是啊，千城和马后炮这种高等级的精英都留不住，平白给对手增加实力啊！你以为我们愿意啊？告诉你们，君莫笑到处挖人，目标绝对是40级副本千波湖的记录。靠，那星星不就凑齐副本队了吗？你们两家真够拖后腿的，鄙视！啊，这你可怨不得我们留不住人。怎么？还能有什么内情啊？你想知道吗？这个答案可是很可怕的。那你倒是说说看啊！喂，说话呀，你说呀。星星工会的会长君莫笑，他的现实身份叫做叶秋。什么？你说的不
会是家属职业队前科长？他在是叶秋吧？哪来的消息？真的是叶秋啊！太迷幻了。这年竟然在荣耀里能遇到真的大神，那谁能一起？要是我还能教我什么呢？君莫秀是叶秋，他跑过来打网游，真的是不会想。这就是千城退会投奔星星的原因。想不到。哎，千城，千城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不要退会啊！会长，我只问一句，君莫秀是叶秋吗？不是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是冒充的，就是一大骗子。果然和叶秋大神说的一样啊，他让我来问你，说你肯定会否认的。什么？这么无耻！会长，我是一定会去的，反正工会也没什么人喜欢我。千城，而且那可是叶秋啊，他是我的偶像。抱歉了，会长。其实我本人超喜欢叶秋的，真能和他一起开创工会的话，那心里都有些痒痒的。哎，不就是叶秋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哟，霸气雄图会长有话要说呀！别忘了，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。他是大神又怎样？我们几家联手还对付不了他吗？各位别忘了，身为工会会长的职责。第十区的开荒为什么困难重重？就因为他君莫笑把握着副本记录，把握住了咱们工会俱乐部的竞争命脉。之前他一个人还吞不下，而现在他有了工会倚仗。你们能容忍他继续发展下去吗？不能！不能！必须甩了他！杀光他们核心成员的经验，让他们赶不上我们的工作进度。那咱们这是要公开和他们叫板吗？师出无名，当然不能这样。那怎么办？千城。千城品行不端，可杀。哎，千城喜欢抢怪，风评极差，看他不顺眼的人多了去了，就拿他开刀。哎，对。来个惩奸除恶的名义，星星工会收留他，也可以做做文章，去论坛上下战书，发檄文。好办法，杀杀他们的锐气。没错，要君莫笑老实点。对，打不了君莫笑，一起坚持。看，是千城。中草堂的在那边，嗯，各大工会的人差不多都到了。有发现君莫笑吗？我们这边没有。我们也没发现。相信对方有准备。希望如此。啊？会长，莫非想借星星工会保护千城的举动，来和星星直接发生大面积冲突？啊，又是尔虞我诈呀！这大点地方，星星能做多大不止？会不会在水里？水里藏不了那么久，我们几乎能观测整个水域，他们想藏也没处藏。不等了，进攻！啊！被他溜了，不愧是千城。别让他跑了，快快下水！好好好，快快下水，快！稍等。啊！千城潜下去了，跑哪儿去了？有埋伏啊！我回，我回！水下怎么会有埋伏？之前根本没有人浮上来换气啊！这个好像是种不太常用的操作技术。什么东西？名字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是水战时专用的。角色藏身于水下，伴随着浪花的沉浮，时不时的仰面轻微冒头，补充氧气。时不时的仰面轻微冒头，补充氧气。这是职业级的操作技巧吧？啊，难道是？君莫笑，风出夜幕，果然有埋伏。好歹有这么多人，兄弟们，拼一把！什么？居然连水下弹道的变化都能算得这么精准！这样不行，水下我们打不过职业选手，快，快上岸！
上岸。那我送你们一程吧。对啊，好厉害啊。来伯伯啊，下水，我们试一下车轮战，耗光他的氧气。君莫笑，你干什么？走你！又来。别当观众啊，等会交给你了，就知道欺负小朋友抢怪，能不能干点更高难度的事儿？会长啊，不再是你的会长了。气球，他想让我们没功夫和水面换气，在湖里淹死。撤，先去前面的小岛。这样放过他们吗？放他们走？谁说的？嗨，这位客人，新鲜的板砖要吗？岸上也有埋伏呀。动物。哎呀，小弟这狗放的真及时，不错不错嘛。火焰精灵不是狗啊。还有，谁是你小弟了？叫魅光。这样不行，没有退路了，直接上吧。哎，不是说是高手吗？啊！哈哈哈哈，弱爆了你！会长，哎呀，打水里去了，这怎么弄啊？没事，水里有 boss。哎 ，boss， 那我们也去杀。杀不了啊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水下的那个 boss 和我们是同队的。